看一下中国，这深好啦，晋江的深好，啊，这传统的菜市啊嘛，吼，个菜市啊，看一下呢。分头户啊，深好老伊做四代人诶，四代人啊，伊做四代啊，四代人第四代，嘛要要吃饭，要中中国。啊，这是啥物？这是啥物物件？这个在深好的下，伊就是阮，这个就是阮头家阿公出名诶。这是鲍鱼饼，你问人，大家是鲍鱼啊？大家叫什么？叫鲍鱼饼，鲍鱼饼就是阿公阮头家阿公。伊咧讲诶，虾鱼饼可能是一个做够做鱼丸诶人，伊诶外号。虾。变到自己臭骂。臭骂。哦，毋是肉油泡，是肉子。肉。那拢肉哦。啊。肉。肉来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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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肉来真冷的啊，拍摄。你袂歹，冷较硬。你叫啥？肉子啊，肉子。就是咱用个糖醋排的，伊是排骨，伊种的是肉。好袂歹，袂歹。你晓食袂？啊，即撮只。真完啦！最深湖暗井口，阮头家骨髓就是伫暗。暗井口，大肚埔门口，再去一个头家庙，再弯桥。这边搞。马家，是啊。这边搞伊。哦。这马扎啦。墨鱼人，墨鱼哦，墨鱼人。马扎啦。嗯。啊。温泉哟。这袋是等官爷长冠哦。来，老板你。长冠哦。水好闻哦。这个该冲一把。长冠这个。这个啊，鱼卷啊，哎，鱼卷，啊，啥物鱼？马家鱼卷，这个是马家鱼卷。哦，从美高来开始吧。盖上中奖啊！原来这间是有名的鱼丸店，多谢收看。